中學之前我都是慢慢緊唔合格到合格中間，咁我中學時候認識到一啲老師咧，就改變咗我嘅諗法，我就覺得，咦，係咪我可以為其他啲學生都做同一樣嘢？之前就做投資銀行嘅，而家咧就轉咗做 private banker 啦。Interview 咧，我哋會建議佢哋著翻西裝啦，但係平時嘅時候，我覺得學生自己都要注意翻自己嘅形象啦。其實著 T-shirt 牛仔褲都可以著得好整齊，同埋著得好自信噶嘛。有一啲需要幫助嘅中學生，譬如呢啲係將會入大學嘅，要進行面試嘅，原來佢哋根本基本嘅自我技巧係唔係好識嘅，我哋就五年前嘅時候咧，就幫佢哋每一個暑假就用5至10個禮拜嘅時間啦，每個禮拜見佢2個鐘。同我一齊參與嘅義工有律師啦、醫生啦，即係各行各業都有嘅，之後鼓勵佢哋，令到佢哋喺大學面試或者係其他需要面試嘅時候，可以有信心咁介紹自己咧。一個女仔是10個字、9個字都錯的，她是初初告訴我什麼都不識，什麼都不叻，是因為她很努力，而在最尾我們在畢業典禮的時候是拿了第一名，其實是一件不易的事情。